好，換句 TV 第五季第十一集第五節《千隻年機甲創世紀》1:12 VR052F Ry Armor。哇！今日唔好話今日啦，近排嘅玩具咧，即係好多一出親嗰一扎都好啱我脾胃。完全係童年回憶啦。係。我反而呢一隻嘅童年回憶咧，唔係因為睇卡通片，而係因為咧去我表哥屋企，佢細個有。咁咧一見到咧覺得好靚，就攞嚟把玩，但佢又唔好肯借俾我玩，係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對呢隻嘢咧就有怨念啦，就一路啦到今時今日咧，先真正揾到一個覺得啱心水，就係、是、千隻年呢一隻。本身已經幫佢取啦嘛，你幫咗啦。Good， 幾時攞？我啱啱先收到 message。哦，都講多少少，其實本身真係話莫斯比達嘅產品咧。就真係唔多嘅，你話即係我由近數翻遠啦，即係近啊千隻鏈啦，咁另外之前 CM 啦，哇嗰只真係即係俾你先好要，要俾錢真係太難，你都唔係好想要。咁啊，其實出得幾好嘅 Mega House 啦，即係收咗工嘅 Bingo 啦，1:10係嘛 ？Bingo， 我幾多次1:10？好似出咗一隻啫嘛。係，咁啊收工啦，咁啊真係要再數翻舊啲咧，就即係金井、有井，同埋佢嗰陣時你玩嗰個係超合金係嘛？我唔記得啦，太細個啦，嗰陣時我應該係幼稚園，係啊，玩具嚟噶。哦，學研，哇，真係你話，你都有嗰只嘢，即係有錢真好幾點 JVG 真係，咁啊點都好啦，咁啊叫做即係突然之間呢個三部曲入邊嘅第二部曲有啲新嘅產品可以即係帶到俾我哋咧，高興嘅。其實我係真係等呢只嘢等咗超過20年，即係一隻啱心水嘅。之前 CM 嗰啲就真係，即係你即係兩歲開始等。係啊。等到而家22歲咯。喂嗱，咁啊，我諗可能好多朋友仔咧都好同我以前一樣啦，可能喺朋友屋企啊，或者喺啲親戚屋企玩過。唔知咧，我喺香港，我個 generation 咧，真係我問朋友咧，唔係個個識嘅。係啦，可能我即係真係細咗少少啦，對於呢一套卡通片嚟講，而且之後佢冇乜係。重播我哋識應該是人車合一就是無限地帶那段，是啊，我都是看無限地帶開始，不過就你說套嘢受不受歡迎其實麻麻，因為你整套嘢都只有25集，那、故事都可以吐槽一下的，即是由地球第一次降落作戰和地球第二次降落作戰，那本身 Stick 就是第二次地球降落作戰的即是中位來的，還是少位我忘記了，即真的齋記齋記而已，他們還要臨尾大結局不是打贏魔種去攞回地球，是魔種自己即放棄地球而離開地球，我沒記錯，因為頂他們不順太煩了攻不入地，為什麼我還記得叫魔種的，那時候還叫魔種幾過癮的，所以套東西都當然你說出得莫斯比達，另外耶魯那架不知道 Win 什麼東西，還有條女的粉紅色的電單車會不會出呢，希望粉紅色其實都幾靚的，其實三架都靚的，特別是耶魯那架那架第一代，係啊，你側邊嘅，你講火力嚟講，耶魯那架是最勁嘅，即兩邊有彈啦，即係導彈啦，佢都係嗰架有刀，有少少出入裝備上，因為佢都是即係地球降落作戰第一批的人，所以其實講車本身咧係 old style 咗嘅，咁但係佢架嘢就好勁，即係個感覺就似 Mark 4同 Mark 6咁樣，哦，好似嘅，你有少少，即係有少少，但係又勁咗啲咁樣樣，係啦，咁啊終於都 up 完啦，我空未開啊，我等咗好耐啊，咁啊入邊有啲咩啊？誒，陳麗都望一望啊，大佬俾啲錢，喂呢個盒好似硬淨啲喎，唔係我啱啱想講其實。在即係千隻嘅 box 嚟講咧，我覺得冇進步。係咩？我覺得呢個硬淨，仲話硬淨啊！我知係佢細啲啊，咪佢細過31嗰啲啊，係啊。咁啊，背面就係本身嘅產品資訊啦。咁嚟緊今個月就出呢一個 stick， 下個月就會出埋 ray 嘅。咁喺本體方面有啲咩分別咧？咁真係 marking 嗰個個頭啊 ，marking 嗰個 number。其一啦，其二就本身Stick 嗰個就4年火焰放射器嘅，而阿 Ray 我冇記錯用槍嘅，咁另外就佢件衫啦 ，color 啦，呢個紅色嗰個好似係藍色，藍色咁啊，同埋當然係個靚仔樣啦。好啦，咁啊搞咁耐，都係時候望下啲咩嘢啦。哇，好簡潔，我以為非常清晰，會好多嘢嘅添。咁啊，主體啦，咦，有個台座喎。
都好緊要啊！呢、這個即係千席鍊一貫嘅嗰個座啦，係啦，冇改過。今次擺電單車台座先係最重要啊！係啊，個座好似唔係好夠大。我哋即係合咗體之後係嘛？即係企喺度。唔係啊！你架車你要擺佢漂移嗰啲動作啊！但係佢個座嗰個 size 呢個係一比有少少尷尬，係冇錯，一比十二。咦？佢係比較高少少咧？應該大身了一點點的。如果 你問我呢，我本身反而覺得1比12的 scale 都啱的，因為你本身都是穿了裝甲服，你腳這些位置應該一定會高了、啊、所以我想即可能真的拍過1比12下去度回高度應該都啱。即其實它應該又是那個腳掌不到那個腳掌那裡是的、啊啊、見到本身喂肩是噴色了，喂好啊，這個是一個很好的做法。它 delay 是不是因為要噴色啊？ 我因為有這件事、啊、這句不是我說的，我聽到這句呢有骨的，有沒有人問的灰色好像都還是膠，是不是我想是不 是, 即是質材的問題呢，你這些位置都是要做回 POM、哦、因為它這些是 是因為它用菜缸是變了都沒問題的。但是我反而覺得因為正正它這樣 POM 你要做舊化呢感覺會出一點、哦、即你想想如果它泥地這樣 你做舊化拿、乾刷法你整下去，其實效果我覺得應該挺漂亮。但 POM 就有個問題， POM 是不吃色的，所以 你掃完呢你就不要捽它，一捽就甩了。Okay. 但反而我自己的個頭咧，有童年回憶啦，好抑鬱到個樣。星矢系列啊，神話神話嘅 fan 嚟嘅，你邊嚟？你問我即係打開個盒有啲咩感覺咧？即係本身望落去成件事係 OK 嘅，不過咧。呢、這個堅扣分咯，呢個真係堅扣分咯。可能當年動畫都係咁咧。佢角色係咪咁抑鬱個樣？好，佢係黯然銷魂嗰只嚟喎，而家。佢 cool 喎，印象中係。送面翻先嗱，要講個樣咧，戴咗頭盔嘅 stick 係靚仔過呢個憂鬱小生樣嘅。有乜換面嘅咧？因為本身咧，佢就真係起碼唐眉冇咁憂鬱先啦。但其實一樣嘅啫喎，你就唔係佢惡啲嘅樣子。系佢眼交唔到氣，但條眉有。哦、oh, ，good！ 哇，呢句呢、啊、句真係精髓嚟。係、哦、啊，條眉長咗，同埋有個戚起咗，係啦。咁啊，但係多咗句啦，你問本身個面相得唔得咧？同 stick 真係爭咗段距離咯。同埋認真嘅，即係就咁呢個頭雕上面咧，你見到呢個 Superman 嗰個音咧，其實佢個處理咧，感覺上望落去咧，好似浸黐上去咁。所以咧，即係坦白講，就咁望落去咧。是有少少扣分，就是這個位置。好了，咁啊，搞完即係搞完阿 stick 個頭咧，我反而就想即係想睇翻本身呢只嘢個可動性係點樣啦。未著甲嘅情況之下，大家睇一睇啦。咁啊，本身布製嘅衫啦，啊呢個 OK 嘅，唔錯。咁啊，可動係，咦，好、哦、真係唔錯嘅。其實我幾中意佢用布製呢一樣處理，但係佢比較好奇，即係好少見咧，一比十二就比較少人用棉。我以為佢會用拉架料啊，咁所以嚟到見到係嗰啲針織棉咧，就比較覺得神奇啲。點解我會中意用布咧？就係、是、佢即係遮醜遮得靚。係啊，你變咗嗰啲關節位各樣嘢咧，你唔會露出嚟露得咁核突啊嘛。但係佢手關節係冇布噶嘛，即係原本設定都係冇布。係冇布嘅。咁、哦、我頭先玩完一隻手啦，咁啊見到其實都真係唔使擔心噶啦，咁啊完全係活動自如嘅。咁另外條腰前後嘅可動性啦，哦，幾好喎、啊，好喎、啊，我覺得真係幾靚。不過 T-Rex 設計係好有信心保證嘅，條頸啦，呢、這個頭盔後面都係用翻 Iron Man 嗰隻，咦，拆咗一件啊？唔係啊 ，re-edit 咁啊，唔係嘅，唔係，因為佢托頭都。另外有樣即係吐槽想講嘅就係本身即係鬼魚參半啦，就係、是、個。面罩佢改咗做鬼面罩咧，即係本身有啲黑紋，其實我自己係中意嘅。咁啊，亦都有日本嘅玩家咧，就頂唔順咧，就將嗰個入邊嘅電導銀油就油洗咗，就等佢變翻個透明，就甩翻落去。但係你問我咧，唔好搞咁多嘢。你見到呢個 stick 嗰個樣咧，你用翻呢個頭啦，真係真心靚好多嘅。哇，好靚啊！佢係有心機計過㗎。呢啲咪～OK 咯，好啦，咁啊，另外就頭先都玩緊條腰嘅，咁本即係都係嗰句啦，本身佢真係分開咗兩截，同埋喺個前後位嗰度做得好好嘅，實正啊條腰，實啦，實正嘅，實啦，
這個一定要實添啦！我哋好好奇係咪要孭住嗰個電單車嘅時候靠條腰嘅？係㗎，同埋佢其實有樣好嘅，一間咧，如果我哋揭說明書俾大家睇咧，你會發現佢盤骨啦，去到膝頭哥咧，其實就加咗一個係啦，加咗一個支架咧，等你可以嗰度都可以。因為我今日先同同事傾完，我喺度話：哇！呢條友孭個電單車上個身度，佢腳咪斷咯。跟住之後係喎，佢呢個就喺個大髀外側就加咗個啊、即是一個 外骨架，但是那個問題隻腳都是啊，但是他大髀沒有連住的嘛，那他大髀就是個人那隻腳的大髀用力咯，那他是背著電單車跑步的，這裡有東西撐著，現在有咯，之前沒有的，他說原來沒有嗎，他的設定有，舊那個有嗎、哦、設定我不知道舊那個啊、就是、都剛才聽了他們的分析啦，本身我已經將剛才阿迪都拍到他那個腳的可動性去到哪裡了，是黐線的，哇勁啊！呢啲真係好嘢喎！嗱，所以如果真係講本體嚟講咧，我真係好滿意嘅呢一個，因為頭先你見個揈又揈唔到，又唔會話鬆飄飄呢路路，呢、這個我諗佢喺個素體方面咧，應該即係花咗好多心機。同埋佢個膝頭哥屈出嚟好靚啊！係，佢屈完之後咧，因為好多廠做膝頭哥咧，屈完之後前面會平咗一忽嘅，佢真係有翻個膝頭哥喺度噶。即係好有心思去諗呢、這個佢喐起上嚟嗰個位置，即係個波浪。係啊，好多人都冇嘅其實。我就玩個 body 就玩咗好耐啦，咁我見阿子龍都已經即係喺個電單車度落咗好多功夫啦噃。係啦，時間關係啦，即刻撳咗佢出嚟啦。將個地台啊就連埋架車咧就擺喺度俾大家睇啦。咁啊嗱，頭先我就係話點解咧呢個地台咁重要？老老實實，你知道擺電單車嘅 pose， 玩開拉打都知道，其實難嘅，好難嘅。咁但係有呢一個 stand 咧，就真係咧，你比較容易擺到啲即係難度高啲，甚至乎漂移，即係我所講嗰種漂移係點咧？即係呢啲哦，側咗嘅，係啦，你仲可以自己校角度。哇！你諗下。哇！幾型啊嗰件事！而家呢個有啲似嗰啲咧，去冒險樂園玩機動遊戲，落起架車，有細路仔坐喺度，蚊嗰啲係啦，有蚊喺度。而家仲係八 bit 嘅，八 bit 聲嚟嘅。咁啊嗱，我就將佢支槍咧都扣埋上去。其實支槍嘅設計咧都幾好嘅。嗱，我輕輕拆出嚟俾大家睇一睇。佢咧喺車上面咧，你見得到，其實就係就咁扣落去啦，就靠呢個榫位啦。哦。咁原來咧。變翻做人渣嘅時候咧，只要轉咗佢啦，哦，係啦，人渣，係啦，一升咗上嚟，其實反翻轉就得啦，哦，咁啊搞掂啦，咁啊可以擺埋莫斯比達嘅人個比例，大致上就咁樣嘅，係。喂，有師兄話個胸平咗啲喎。佢仔嚟啊嘛，唔係其一啦。本身我都明白，因為佢個胸唔平嘅話咧，你裝嗰個裝甲上去咧，你可能要好厚下啦。可唔可以騎一？但其實我想問佢係一個咩年紀嘅人嚟㗎？即係細係後生仔啊？廿幾歲，冇錯。咁佢又同顏有啲喎，即係如果配呢個素體啊。所以咪聖鬥士一樣咯。其實我唔佢唔同顏嘅，佢呢個頭出到佢同顏就陰光。哦，係啊，哦。嗱，咁啊，擺緊嘅電單車嘅時候，小心刮包啊！係啊。係啦，咁啊，擺緊嘅電單車嘅時候都揭一揭個說明書俾大家睇睇啦，係啦。唔係好夠力。好嗱，咁啊。個車好靚。整個說明書咧，佢將要喐嘅部件咧就 color 咗俾你睇。佢甚至乎係連個部件都拆埋嚟俾你睇，入邊個關節係點？係啊，好好啊，好貼心。呢個就好 detail 噶，你見得到佢都有個好細心嘅位啊，邊啲可以拆得，邊啲唔拆得，點樣喐你都睇得到嘅。咁但係時間關係啦，今晚咧我諗我哋就未必可以完全咧將呢一個車人合一嘅境界咧合體俾大家睇啦，因為咧。我只是看它合體的 step 呢，哇，哇，我想真的，你估下有多少，我要給我25分鐘，真的都不得添啊，哇，還多啊，對於殘酷，只是電單車變都21個，再加上人合上去呢，去到尾呢有25個21、26，即是 total 40，這麼差的，是，哇，想起都興奮。現在加你剛才說啊，咩啊？呢個 designer 咧，佢之前喺 Takara 嗰度設計 Diacron 嗰陣時咧，係有呢個 idea， 不過佢冇用喺 Diacron 上面。哦。之後咧就設計咗呢個。哦。嗰個故事好得意啊！講佢嗰陣時咧，佢買咗架電單車，
架電單車係細車嚟嘅，250cc。我就幻想點樣將架電單車套喺個人上。唔夠力。哦。所以個設計你話架電單車細咧，其實係嗰個設計師嘅原意嚟。即係特登就係想佢同人合一得更加好咁樣嘅，因為電單車太大嘅時候咧，講而家500cc嗰啲冇可能細架電單車，係啊，同埋你合上去嘅時候咧，頭先講到個空嗰、那個關係咧，我記得細個嘅時候玩上去嘅時候咧，我唔記得咗嗰咩邊一間廠，學員係啦，其實合上去咧。都好離嘅，好要離罩喎 ，OK 喎。我啱啱咧見到個師兄佢話，即係佢話如果第時有出紅色嗰陣時，個雷雷係咪平空啊？飛機炸，佢十冇記錯實十七歲嘅啫，咁啊，咁應該都好完成㗎啦。係啊，咁、那個、變咗嗰、那個高長大下啦。我兩睇啦，我啱想講就係有機會就因為咁，所以變咗可以更加唔會，即係喺變形方面唔會有啲咩衝突啊。即係太早訓練，所以令到佢射俾部機夾得多，所以就影響。我反而唔係咁睇喎，唔好做機師，做女仔唔好做機師。我反而唔係咁睇喎，我覺得嗰件衫可以加多個 pass 喎，換甲咯，即係換咗個胸佢，即係裝假狗。嗱，如果有朋友即係熟日文嘅話，就翻譯俾 T-Rex 佢哋嗰班團隊聽。係啦，我哋覺得呢一個係有得諗嘅，係啦，即係換 pass。係換 pass 係 OK 嘅，你可以咩 size 都得嘅。同埋我相信呢個都應該幾好 sell 嘅，有機會會即係見到耶魯啊同其他角色㗎。係啊，咁啊都要讚一讚嘅電單車先啦，因為雖然呢我哋陣間掂唔到身俾大家睇啦，但係就咁摸上手嘅時候呢唔會太散呀，因為細個玩嘅時候呢我印象中呢佢個車型呢 keep 得到，但係呢唔係太穩陣，因為你要將佢拆開再合返埋、再拆開再合返埋，咁有啲位置你一用力呢佢就會喐㗎喇架車，即係佢裏面啲件呢唔係榫後位合得咁實㗎嘛，咁所以其實有陣時擺 pose 係擺到猛猛地嘅。不過反而都想講多少少，即係喺一啲玩具嘅群組嗰度咧，都有師兄有提過兩樣嘢嘅。第一就係話，當佢變翻做莫斯比達，即係裝甲形態嗰陣時咧，好容易鬆散，因為佢可能九個族變形，一來就複雜，二嚟就啲件都有機會即係會甩嘅。咁呢個我未變，我唔知啊，即係我就咁樣聽翻講。第二就係當變形嗰陣時要特別留意，因為本身佢成件都係上飾品咧。是会很容易刮花的。咁所以变咗即係大家入手嗰陣时候，我諗特别变形呢就唔好夾硬嚟，咁同埋即係睇熟咗说明书先。咁如果即係网上面有一啲即係 YouTube 可以教返大家去变形嘅话呢，我觉得就相当益彰嘅。可能我哋下次拍囉。但係都有个 overall 呢件係一件唔错嘅产品，除咗个头啫。係。咁啊玩住咁多先啦。我期待啦，可以即係舊化佢啦。係喎，同埋順帶一提就係佢有合金㗎喎，其实。有部分係啊，喺有啲你會見到有啲唔係好起眼嘅地方，就係、是、例如呢啲管啊，係唔係呢管啊，或者車身有個心核心位置嗰啲係合金的。哦，係，雖然見到啦，而家雖然唔係好明點解，佢真係有螺絲嘅。另外就係有個左都合金嘅添，係啊，合金。咁啊，今集或者玩咁多先啦，係咯。咁啊，呢件嘢如果要比分，大家點睇啊？我覺得有五分，五分，我當五分嚟預計啲。3.5 到，我諗三都係3.5到。我都係3.5嘅，即係我嗰分半最主要扣喺邊咧，就係佢本身冇特別一啲貼紙可以加落去，同埋真係我幾介意咧，都唔爭再講埋啦，影一影呢、這個吉批位。哦，你俾埋我啊，大佬，貼紙都好啊，標版貼紙係咯，冇上色啊，係啦，咁啊，全部都係咪？同埋個頭，咁啊呢度扣個分嘅。其實如果嗰個標版位咧，佢攞塊膠件合落去都已經夠。係，貼紙都 OK 嘅，其實我冇乜特別。咁但係本身成件嘢靚仔嘅，咁啊希望啲燈位都靚啊。係啊，我希望可能大家買翻去要稍微滲一滲線就會靚好多，因為佢其實好素嘅隻嘢，似係一隻你自己噴完燒光嘅素組模型咁樣樣嘅。我又唔係咁誇張嘅。唔係咁佢有上色，佢有噴漆，未做其他舊化或者啲 touch up 咯。但就我係咯，即係稍微要即係自己去搞少少滲線嘅，佢就好靚。因為其實佢好多細節嘅，但係因為始終。在鏡頭前咧，你冇滲線是不出的嗰啲。咁同埋你就可能咪，例如你滲佢，未必用黑線，即係可能試一啲藍色線啊、淺藍色、灰藍色啊嗰啲，就會滲得出個味道出。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唔好用啲太經典嘅滲線，因為例如佢嗰啲位，例如啲灰色咧，其實好似我哋平時做嘢嗰啲灰板嗰啲白件嘅，即係好似啱噴完灰咁樣樣，變咗你就會有種感覺啊，好似。
好像未完成咁樣，係啦。如果你滲一滲線，你就會覺得個個層次有啲唔同。係啊，好明顯你睇到腳呢啲位咧，佢啲凹位都有，其實有個質感幾明顯，有兩浸噶。係啊，係啊，係啊。你睇到呢啲位都係嘅。其實個細節好多啊，不過只係佢喺個上色度令到佢偏素咗少少。所以情報量嚟講，本身其實隻嘢就有嘅，不過就你唔出，所以變咗即係滲一線之後咧，可能個 level 真係會高一啲。係啊，係啊。但其實很多嘢都好靚嘅，即係呢隻嘢，甚至乎其實你諗架車都諗得。唔係，我中意嘅呢件嘢其實真係好靚啊，係啊，同埋佢其實如果我即係咁講啦，玩開千隻鏈嚟講，佢唔算貴一啲都。我訂1180，係。咁我覺得呢隻嘢其實係值1180有餘嘅，咁所以我好滿意嘅。即係個設計已經值啦，我覺得。係啊係啊，你諗嗰架車，佢嘅車收我8嚿水，我都覺得差不多啦。咁就人都有比例咧，1:12。係啊，仲要喂人同車仲要可以一齊玩。如果有個拉大喺隔離，你就可以睇得到究竟個分別會係點。係啊，可能架車就偏細嘅少少。咁一定會噶啦，係啊。但係你起碼個感覺，你條胎啊，成件事即係個統一性都高啊嘛。係。哇，咁啊真係太，我哋傾得太開心。呢件 OK 嘅，我討論嘅喜歡嘅其實係正。咁啊，點都好，咁啊。我係中意嘅，不過我係希望有啲嘢可以再加多，即係例如我之前買佢啲嘢好多，我都會自己滲線咁樣一樣。係咁啊，睇下下次千隻鏈我哋介紹咩產品啦，可能不過下一個月之後就出 Ray 啦，咁啊拎唔拎上嚟傾又後話啦，因為可能真係分別唔係好大。到時點都好，係啦，或者你哋講俾我哋聽，想唔想睇變形啦？好，轉頭機，轉頭仲有兩隻勁嘢㗎。